是呆呆。嗨，我是娃娃。娃娃是我淡江的学妹，我们以前是同一个社团的。然后呢，她现在的工作是，我是移民官，然后现在是在桃园机场服务。对，移民官是我们平常一般人会说那个海关，对，但其实它正确应该叫移民官，就是负责检查护照。我是在去日本回来的时候。就是我在机场遇到他，就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他就说丹丹吗？是学妹这样。哎，其实我也很紧张哎，为什么？因为想说，因为我是美女学姐啊，我怕认错人，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哎，想说怎么本人长得不太像，好眼熟。因为我以前是学妹，然后我们没有一起待过嘛，然后我就你就来教我们唱歌，然后就唱，然后就是哦，是仙女学姐，会唱歌的学姐。哎呦，是他潜的，其实我发现就是。那个 Skytrax 有说桃园机场是2018年最佳证照查验机场，对，我们一般都叫你们海关，对，其实是错的，正确应该叫移民官。对，我们出国的时候，一开始会先就是碰到那个检查我们的行李，那个是航警局，就是航警局他检查是就是你的这个人有没有带一些会危害飞行安全的东西上飞机。过去之后就会碰到他们，对，移民官，对，然后回台湾的时候我们就会再碰到他们，对，就是我们就检查护照就好了。除非你有申报的东西才会到那个海关，那就是海关才是真的海关。我们会很担心我们的行李会被抽查的，那个是海关。然后或者是外国人要退税啊那种，哦对对对，那个海关退税。如果最简单的分辨的话，就是海关管物，然后我们管人。好，我要问马来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护照的照片都不可以露齿笑？因为我每次拍证件照，我真的最痛苦就是不能露齿笑。我只要不露齿笑，就是会笑得非常的僵，就我一定要露齿笑，我才会觉得是很自然。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在证照查验的时候，就以安全为主，就是我们要看护照的那个人是不是跟本人是同一个人。可是如果你笑的话，就是因为觉得他的表情，就是脸部的那个五官就会有点变形，就是你可能笑肌就会变大。那我不可以在那里再笑给你看吗？也是可以，因为其实有些国家是可以笑的，就是可以露齿笑。所以像我遇过最多就是新加坡跟美国。就是他们照相就超爱笑，笑得超级无敌灿烂的。你也说你也是夏季，就是憔悴到不行，然后你会觉得can you just smile？ 你就是对啊，会觉得很怪吗？所以你们会学怎么样辨识脸？会，就是我们会有专门的课在教怎么样做脸部辨识。所以要怎么辨识？就有点像以前学素描，我会把脸，就是例如看眼睛一个区块，对，然后看鼻子，然后看嘴巴。像如果真的。不太像的一些，对，穿的如果是整形，会有人还有钱。韩国回来如果很不像，那怎么办？用比较迂回的方式，例如说，小姐或先生，跟你核对一下资料，请问身份证号码是？就是用别的方式，对，就是可能让对方不觉得很不适应。那你有什么是要提醒顾客的？尽量就是把那个护照封好，长，这样比较快。对，如果今天你遇到很长的队伍，这样大家就会觉得很累，耐烦什么的，大家就给我们多一点鼓励跟耐心的。对，可能说一句辛苦了，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对，现在就是我们国人可以使用自动通关，那其实还蛮建议大家多多使用。你在哪里？我在台湾旅行。那最后呢，就是一定很多人想知道我要怎么当移民官呢？像我们的话就是移民特考，每年的8月会举办。要看什么书啊？其实我们移民署考试的话比较多，就是法科，像行政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等的。还有我想听，我帮人家盖章那么简单，要看那么多书哎，好厉害啊！所以大家可以，如果对法科不排斥的话，就是可以来准备一下。我们就是有分很多语组。像是最多是英语语组吧，然后像是东南亚语组也有很多，还有那个西班牙语、法语、德语等等，对，欧系也有，可是它的名额就是少一点，然后又没有很多的单位，像服务站、专所以我可以申请，我一定要去机场。可以啊，因为通常桃园机场都开学队伍，然后我们也欢迎大家赶快来，谁要新鲜的肝？对，我刚刚问他，他说他愿意让我公布他的脸书给大家，但是不要骚扰。我跟你讲，你男朋友吗？没有，可以骚扰。没有，如果你想要当移民官，对，很诚恳的，很诚恳，才可以私讯他。对，然后先不要加他的好友，先私讯他，就是问问题，整理好问题，然后问他，他很愿意帮大家。对，如果你是有关于，还好吧，还有那种考，就是关于考试的一些东西的话，就可以询问我。
对，一起来帮丹丹盖章。拜拜。而且我现在还不知道上面还记得哪一个章他盖的，这是他盖的。对，因为上面他说这上面有个号码。对，就是大家看到那个章啊，如果大家回去有章可以看一下自己的章，就是前面都会有一个机场代码，然后后面会有一个数字，然后那个数字就代表我们每个人的数字都不一样，就是每个移民官帮你盖的章都会有。所以你可以看有没有就是重复的数字，你就知道你是不是有遇到同一个。对，没错，变小。对，就是还有一个数字没找到。你知道我们录影片有多辛苦？一只狗，他们对这种拍照非常感兴趣，这样。他以为要玩你对你跟我姐的游戏，这样子。正式的文件都不要做。对，你要离小孩还有狗远一点。对对对对对。